天来到赤坂剑府看个房，哎，先别划走，先给你看个糖。路程不算特别的长，高手总是特别的忙，路上的风景匆匆而过，总是特别的强。先开门回家看看他几厅，到最后看完了打几星。进门看去，走廊狭长，两侧的房门像几兵。你不用惊讶，进门左手确实是卧室，这是惊吓。窗外做好了封闭，像惩罚你在做错事。仔细听下，他说鞋柜在右手落置，往里是浴室、洗池、气质凸显、气质明显、巨制、厕所不咋励志、定稿屁事、中规中矩、不想叙事。离开走廊，豁然开朗，像是桃源记。陶瓷灶台高档大气，堪比桃源壁。厨房右侧独立空间，真的少全聚。阳光普照，治愈你心，让你飘元气。这个才是卧室，门口那个只算附赠品。窗户外边就是独立庭院，这可不是附赠品。如果入住摆设会被拿走，不给你当附赠品。底下还有停车场可以使用，大概要你去申请。